的风波。哎，大宝，你想哪？小春，你想哪？狼博松款啊？啊！我哈？你怎么哈下了？喂，大宝，你等我，我今晚随来去买验孕棒。明白呐，顶个我有听大姐讲，伊就想要投，所以我就想讲，伊巴肚内底是已经有小圣诞要小鸡块啊，所以我去药房啊，替伊买好验孕棒啊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调理。赞，赶紧加工一下啊！哎，敢真正爱验嘛？什么真正爱验？是一定爱验的啊！安怎，真歹势哦，我不要紧，转来变数，我替你验，好，行。神经病哦、喔，我跟你去啊！大姐，大姐来。老婆，我哪久啦？到底一条线还是两条线啊？啊！你莫乱吹呀！安尼我足紧张嘞。哦，嘘，好，我袂吵，我袂吵。哎，豆豆来，莫紧张哈，好，豆豆来，好，莫紧张。安尼嘛好，啊，不是头一摆咧做老板啊，紧张到这些，也是刚刚咧对统一发票咧一厘一厘对一厘，快是袂当做头奖。你给伊讲，我莫是真有心哦，我必着头奖更加爱。我跟我到一条线，两条线啊！一条线是没有，两条线是有，三条线呢？三条线，小心啊！大姐夫，那我三条线啦。大姐，你听讲啊，你跟我大姐夫听着干啥呢？啊！我现在头顶三条线，自己看。我掉头奖了，我们做爸爸！可是你，老婆，我看从即马开始，你逐天吼在厝内好好静养，公司别卖去啊！那会个啦，公司剩无几个失踪员工啊，啊，我若是无去斗三工，你家来听也无伊袂乖。安尼哦。请小夏来公司倒茶干花。啊，小夏，小念啦，啊，我公司哦，因为进前官司的关系，原本一寡计划哦拢拍乱去啦。我需要一个哦专业的经理人来替我管理，我的公司重新开始。你若是无去嫌，敢袂当我倒茶干？姐夫，你是讲这个哦？我当然嘛愿意啊，多谢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。啊，是讲。你也是要先从阮大姐检查一下，啊，那我阮大家实在是袂放心。这是一定来呀，老婆，这边那个来啊。我想讲啊，这是咱第三个囡仔，我希望这个囡仔会当做小小看看。当然好啊，而且重点是，后盖咱这个囡仔，那是叫伊干妈。你该当作亲生妈妈同款来。姐夫大姐，恁真正愿意让恁的囡仔叫我干妈？多谢恁，我保证，一个囡仔我一定该当作是我的亲生后生同款，安尼该笑喵喵。我的囡仔就是你的囡仔，虽然讲这不是我头一次有心，啊，不过唔知是安怎，
我感觉特别紧张呢。你是咧紧张啥？我这个卖布珍珠的蛤蟆唔才会紧张。啊，来来来，叫阿姨帮一下，甲阿姨过一下喜气嘞，黄色美女换阿姨生。阿姨，你敢确定你美女的一定生会出来？当然嘛会用诶，只要对方有够用吼，当然有机会啊。嗯，我即卖目标吼是往小鲜肉的身上发展。嗯，阿姨听起来李叔叔出去了。伊哦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我若唔忙伊哦，就是我这个蛤蟆变蛤蟆酱嘛，是赶快买布金珠。小勇勇。你真正真有福气呢！你看，你爸爸一趟下你就来报道，你也甲阿姨过一了喜气哦。说明你话阿姨生呀哦，桃花朵朵开哦。叶小夏，况且领导更有意思哦。看你这个是想要换某人带一个囡仔，但无像是你的吼。哎呦，这招已经被领导看出去了，无效啦。不过若是换做别人，可能阁骗会过。你阁是讲恁小夏真厉害是？小夏包到做妈妈拢是厉害的呢。你即摆是咧讲啥？是伊居心不良，偷无我的囡仔，害差点无命呢。伊才是这个世界上上大的大魔王。我跟他比只不过是一顿擦高球。叶小夏，你现在同好是对我比较巴结的哦。要那无你头毛已长的眼皮，我是不知道什么时阵会流出去。我这个后来啊假捧过啊，你声声句句讲离不开恁查某囝，啊结果嘞，恁查某囝现在在保温箱内底啊，你嘛是安尼装死死在外面都在游来游去。哇，还要甲大包细包嘛，啊不你是真卡来暴发户哦。讲你外行母爱哦，拢是出一支嘴尔。我出来替我囡仔买物件，刚刚搁在甲你报告。对啦，你讲怎样？拄只我去百货公司的时阵，你拢甲我当作是林太太。看到我每次看到电影明星，对我外爸给我礼貌，大家拢想在想要甲我服务。小彩皮，因看到你的爸给了。那是因为看到你袂像咱看到新台票同款，因就是超工要趁你这个开支，拢无你存在攀呐。等下甲你打死了后，因就袂阁插你啊。还阁有啊，你伫个外口也是卖伤过摇摆，万一若是拄到我迄顶贵妇姐妹头，恐惊伊用伊的上流手法，甲你好好天敌一下。到时阵哦，你惊到倒位拢拄病，互人配头配脑。小夏，你唔免甲动啦。趁伊即马有金子的时阵，互伊买一只较爽。上好呢，加买几罐啊油菜哦，甲面喷喷的，较免惊第一路共惊死哦。哎，你讲话真正有够爽的呢。我你即马是安怎啊？看我有钱啊？是天生还是万多啊？我是感觉你实在真悲哀啊！别人挂珍珠呢，看起来袂输那贵妇嘞。啊你嘞，无水准都无气质啦！就算你规身人摕去空金嘛吼，嘛袂变贵妇啊！家家是十八当人，哈哈哈哈哈！你今仔载是无洗嘴，嘴真臭。阿姨，好啦，咱卖改弯，卖伫个遮改浪费时间。小夏，你真是一个使我听听的手下败将，安怎会惊啊？想要走？啊不，你是想要安怎？我就是想要。
倒啦。阮家小孙哦有信啊啦。哦，我真正袂动诶，哎，光兴哦，跟恁分享这个好消息，我就欢喜个鬼样都飞起来。哦，知啦知啦，阮大人知你真欢喜诶，因为恁讲三百遍啊，骗人无生过囡仔哦，你切切着个丢啥？嗯。人讲第一讲哦是做皇帝，第二讲是做老爸，都是在讲自由。啊，小妹，我来讲啊，皇帝无稀罕呐，做爸爸较实在啦。我是讲，我叫小春在北门外口等你，你讲快快行啊，行紧啊，走。小妹，你安怎？哎，咱借问下，啊，你要创啊？小夏，你讲要闹人，就是这两个，一个清文，一个这么斯文，我实在好好念念。我你去看麦啊，将你一个一个拢甲泡死。动手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无去安泰水，哪会去抓到你这种查甫？你想，你当去问到哪行？我是想，你看，伊敢会差你等？我是安那就要问大头先，我甲伊也无关系。干嘛呢？这四个石头囡仔，明明就是大头先的脚手人，搁想要否认哦？这四个是我朋友啊，你莫搁定亲啊！白目查某，你要当着伊的小夏进前，你嘛应该是探听清楚，伊的姻亲是啥？你若是抓着我，就算在大头上来，嘛不好。这四个人，我拢唔捌。你来真正无礼貌，一句实话嘛袂晓讲。哎呀，实话，无可能。气死！当回来班陪小三，当众下跪道歉嘛，跟他救你呢。钱钱都是你替我出开，这种查甫都惨像过街老鼠咁快，小弟就是多我好尔。小春，你有安怎无？我无代志，小妈多谢你。有听哦。能叫你小妈呢啊？叫小东好了。小夏，今麦公司里面所有的股份、的气象，还有所有的扫把，拢查清楚啊。嗯。辛苦你啊，多谢你这么用心嘛。还是讲啊，今麦生理场的朋友啊，才讲。我的官司已经解决了，而且嘛，知影讲我是冤枉的，因拢愿意借我钱，好度过这届难关。在你来看咧，我敢无都利用这个资金重新整顿我的东西走？这件代志看起来无几乎你想的这么简单啊！无这么简单，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你甲廖当初进行抵押给银行的股份，即卖已经去有人买走去啊！买方是一间登记在开曼群岛的控股公司，叫 Deco。登记在国外的公司，那你干嘛都找出这幕后的金主到底是？等，代志无好。
你看，这是去合作 Dayco 的公司发过来的传真，内底是写讲有几人工啊，特别来接收公司啊，而且就奇怪，因佫特别要求讲哦，就爱等下还佫有数啊两个人在场才会用的，啊，若无，因就要直接把公司清掉。我讲这无啊买主是啥啥？无啊这什么公司名 ？Dayco， 这么寒人唔敢感冒了啦。还有啦，变态哦、喔！为什么留下阮小川的在场啊？啊！一定是赵子俊，伊为着要找水，伫个开曼群岛已经真侪间公司。小妈，坐啦。小妈，小春有阿公有煮地卡面线，你吃，互你过问啊。啊，即马大众知影讲徐汉明个车祸，迄是意外，你毋是故意啊？啊，你有啥物想坐啦？我相信，我讲一定我都谅解。小春，确实是一个真好个媳妇，但我个关系处理好势，我会好好补偿小春甲小汉宝。其实小春啊，只是想要提一个真相，要够公道尔啦。啊，若无无可能吼，阮瞒我，啊偷偷找无品的，甲你办交保。我知影，所以我才会提醒你，一定要提防赵子俊，伊绝对会再想办法对付你甲小春的。姐夫，赵子俊今麦已经去有人通知，已经是走投无路啊。告诉公，恁的股份啊，真正是去有一背去，而且佫发一条莫名其妙传真过来，你着真正好好听。子俊做代志，以后拢是为了要打小妹，不敌手段。那是底裤真正是子俊的。只有被东山再起，恐惊都真困难。东安营造，那绝对不可能提回来。为了李慧文跟叶小川，子俊都参求丢下港款，变个这样恶毒，这样暴政，甚至暴秀去伤害辛苦边的人。我到底要哪做，才会当把原本属于我跟志勇的一切？太多等待。廖一梅，你这厉害，开车弄死小春的前案，各种代志塞回我这来，真相大白了，小春竟然这么简单就原谅你啊！那你讲，我明明就是无辜的，小春煞到今嘛，还阁唔肯原谅我，这是我，一定是你伫小春面头前，讲出一个歹话，塞了我，才有小春对我生气。你别叫是讲我唔知啊！你听过伊就等你报出来，就阿虎救我，刘英出来救我的后卡，我设计这么侪冤头，都想要看清。假使讲我若无甲你算一下忠孝，那当小我心头万恨。支持苏凤新当初的人，请举手。咱的苏凤新当初得到四票。支持咱许超人在幕后的人，请举手。那无整个整个明星，四票对四票，多谢姐。请问你要支持什么人？我选择许超人。
志勇，我刚刚看到赵子俊哎，子俊，真正我恐怖，我一定要将我留在你的身躯边，是去将你殴倒的子，好跳。你的心到底是什么？咱两个红阿婆做到今仔日就对了。钱，你敢？真钱啊！我不会动啦！我老婆靠你宣传，你敢扯尾巴吗？我不会的啦！阿文，上次的财宝物件，甲三龙眼等下出去。谁敢我？消息。